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最初鍵館。今天去哪？我怎么是你？没办法，因为大家都很忙。不想理我。上一次你还自己一个人拍。对，好可怜哦，一个人拿篝火在那边。现在要出发咯。然后这就被站务人员说不行哦。我要去哪里呢？还自问自答，好可怜啊。所以你今天很好，还有我在。你也很难瞧，你 schedule 很难瞧。我们今天要去台中，去估一台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车，还没买过的车，没买过的车要自己出马。什么车？讲了你也不知道。那我不拍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反应很慢，你要说我是帮观众朋友问的。我是帮观众朋友问的。不跟你说。然后想说，干你们这不在拍片，你们在放闪。那我们今天走不放闪的路线。好啊，互骂啊，互相伤害。好啊，互相伤害。我怕你会坐在地上哭，好不好？你才会跟我打嘴炮。那我都不要讲话，我不敢跟你斗，绝对输。被分开了呢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光头王，哎，接着叫，不是谁的你？你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以为是，你知道阿柯会在这哎。听得懂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家，我家里。我都搞啊。你都搞？飞的。看去。你打工啊？你看好啊？哦，你白痴哎呦！早上就不要来了。我怎么知道他偷？我都把人给上照了。对啊，哎，几个怎么一个在那晃来晃去？我来交车的。竟然遇到阿柯。刚刚他的票给你就好了哈。啊，回去个屁！你才刚坐来，要再坐回去很累。我来目的就只是来吃肉的。如果等下没吃到，会不会被杀？会。啊，爱吃啊，一定爱吃啊，被杀，没被嘛爱吃呢。哎。哦，你们在里面啊？我想要在外面。没有，我刚好遇到柯P。好，这么巧。那我们就先去找你的车。好，走。哦，蛮壮的嘞。他这个背不错哦。我是喜欢从背后。你没听过这个新手练胸，老手练背？有啊。小树你真好高啊。我都没想到你那么高，真的。计划如果是女生问的，我会跟她说躺着更高。所以你暂时没有用车哦？我对车就还好，没那么常用。对对对。可是没那么常用，我记得你不是也开多少了？一年了，7800。那是有少一点点。对啊，刚开一台很特别的车，油差五七，很大台那个嘛。因为我同事很想换那台车，他要生小孩。他妈他是生好客是不是？你看生小孩要大一台。到了，看看蓝色的。好。来，这是最大的。没有，我在做效果。做什么效果？哦，你是说像综艺节目一样说，哇，要死了。好，解锁。专业的科比刚好来出公差。哎，你有改吗？全原厂。全原厂的。好，应该没考过七吧？一片都没考过。没有。哎呀，哥，假扮完啊。一个都没考过，还要跨啥？前包杆有换过了。现在开始做。A 道。就是被那个外送的插到。算考七吧，算换掉了。哎，那现在下次你跟你女朋友讲说，我不算出轨，我只是换女朋友而已。啊，对对，换人睡，我没有，我不算出轨，我只是换个人。哎，好啊，麦克 N 啊，来夹霸王啊。我从一代开始卖到现在，每一代我都卖很多。SE 我第一次啊，所以你问我说干我没买过，反正总有第一次，对不对？我跟我老婆认识，我也是第一次跟她交往，之前我也是守身如玉。你拍那么近干嘛？我跟你，灯降照谁瞳孔不大、啊？除非我死掉，瞳孔就不会放大了。台中的霸王店吗？妈，我老婆在旁边。你问我说你台中的店都去过？没有啊。台中什么店？霸王店没？环肥燕瘦的霸王。霸王有那种便服的，不是啊？店员都穿便服的，还有卖霸王的店员要穿制服的。这个当初为什么会想买这台车？少年郎就是要开一台很快的车。我跟你讲，他驾照都还没拿到车就来，就是他订车，结果车比他驾照来的快啊，比较快来了。对，他只好请他朋友去帮他交车啊，拿下来又带起来啊，怎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
跑过一次力跑而已，今年办的那个比赛，福特的啊，对啊，那那时候有几台 SP 有去啊？25台，我觉得蛮多的哎。二代 SP 我有卖过，2.5手排那个，啊三代还没卖过，直接跳4代。然后在你这个你问我的同时间啊，我还差点搞错台，因为有一个问我的他是 SP Organ， 我今天我讲 SP 话谁，我讲讲哎，今麦的准差去打牌去。哎呦，小师你确定吗？我这是 ST 哦，我说啊，对，好像是。天早被点的判定，对，运气不好哦。我如果70，他说哦好，那什么时候可以看车？哇，那就赚到了。不行，我们不是那种人，至少我要跟他加个3000块。啊，这个车你回来到现在，你有修过东西吗？就保养，保养几次？2次，5000。对，他的保固是3年的保固，他就是时间到才问你要不要延长。他这个是跟野马一样引擎吗？对对对，同一颗，对不对？但就前驱啦。不会啊，他现在坐的前驱没什么感觉，但踩大力点还是有差，有时候会觉得会扯。哎呀，其实我今天很开心，你都不知道，第一次总是比较开心。第二次就没感觉了，苦苦了啊。买车的方面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谢谢陈先。不会不会，谢谢小师。他说他坐捷运回去啊，我没想到台中的捷运已经通车了。啊，捷运在哪里？高铁在那边。哦，要那走回去哦。我本来想说要跟他们一起去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着快点去下一个行程。好啦，谢谢啦。你会不会舍不得啊？不要给他看了。对，他钱已经收了，快快走。拜拜。客也没吃过，没吃过，太好，第一次单丢。那防疫啊，不提供内用。哪几个？两颗的两份，一颗的一份。五颗跟三碗啊。哎，对，原来这是术语。好啊，那这边只能到车上吃了。哦，有啊，就放了。有呢，有白家。看那个皮，好啦，好食无？冇食过，等下。哇，你盐水嘛，甲食落，你唔是冇食？我啊，咁盐水啊？咁盐水？葱花嘛。啊，因为现在盐水就贵，我敢食，我要吃。嗯，这个如果买回去就不好吃了。老板娘好吃吗？帮主，酱有点自然的感觉，就是一直清淡了一点。对，清淡了一点。这个女孩子长得有一点勤俭持家的感觉。现在已经3:30了。哇，阿哥，看他金钱豹你整修没样子。哇，我连刚刚来，菠菜，可能要带你去见识一下金钱豹整修。还有四点吗？我想说你要不要去上班？太老了，老了。你脚抬那么高，老了。不会啦，我比较卡车军，才7、8岁，今麦43岁，你说胸部25年啊？我知，安尼我看到安尼就25年。他驿站这边啊，有一个加油站嘛，还有加油站，加油站边啊有一间 pub， 我袂记叫啥物名，台中的粉丝一定知影。跟我去加油还叫不得？哦，金月户、李龙 KTV， 我你哪干嘛想要李龙姐？哪听我？我都唔知啊，李龙跟 KTV 想要做伙，刮胡子那剃头啊，哪去刮呢？去刮对啊，应该是讲剃头啊，爱足久的，哪像遐。卡拉 OK 的，本来阿可想讲自动驾驶的这三间车，他家，他家我几回无用，哦，哎，真不舒服哎，要蹲的蹲的。我顶下好，隔离蹲下前面停车，我就算了。对啊，人家喊的喊的哦，就好停车。在车阿可这么开心，还是因为要他开车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开也 OK 啊，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。我做站多看你来去害人害你，唔知要去倒对吧？你是你。我都就放完了。哎，还有时间呢，唔知要倒对吧？啊，你看一下要吃物件吗？我在西都要情况会送的，看他们吃，别个吃饭都看他袂赴，因为去老店做做坏嘛。我想讲，还是别去遐坐，我都遐想完了嘞。今嘛新店他家。然后这边有400多个人在看隔壁开车，不是太好的啦。我在台中遇到隔壁的。2 hours later， 终于到了。耶、yeah, ，到了。好在吗？看不太起来，轮赛哇，心感还不错、啊。跑得比较快的 Focus。这帮不够刚，因为刚开这样骑气波真系出来啊。我是坐真感觉有确定，感觉有确定嘞。提供伊中午走过一届力跑，所以伊甲练完过一届。好了对啊。哦，你看 ，Performance。没办法哈，对啊，我是还不错啦，本身避震器跟它，其实原本的 ST 大眼睛看起来就不错了。这跟它是电子避震器呢，我是干嘛椅子还蛮好坐的，对啊，你看一下椅子，它这个雷卡洛的椅子啊，这个雷卡洛的椅子还不错，蛮好坐的。包覆性比较没办法，哦，全景天窗哎，你看，水，
错啊，下次再帮大家试车。以前买 OJ 啊，我第一次看到的都吓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啊，有个像猫状的猫的手会伸出来这样，就觉得很神奇。打开以后它会翻出来，是电动的，我怕拍正面。不好意思，哇，就要那丢，哦，它会缩起来。它好像靠这一只去挡的，这只，哇，哦。所以这不是电的呢，不是电的，这是 Q Q 迄个弹簧的，是啊，就骑这个啊，对啊，哇，后边嘛有，有没有有一片会翻出来保护？那我们这次去台中抽的这个2020年刚回来，已经跑8000了，跟大家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了。